友達ほら僕と一緒に歌おう不思議なこと知らないこと見つけたら僕らのもの初めの一歩明日も一歩仲間なら約束だよ泣きそうな時くじけた時想是这事儿吧，约翰这家伙今年在约定的时间也迟到了。我在这儿，约翰。在这儿。等候和你会面的地方是钉在这棵柳树下面的吗？可是那边也有一棵柳树啊。那你还迟到了。对不起，贪睡了一会儿。我就那样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呀。当然不能忘了，好久没见面了，汉克。还是春天好，每年一到春天我就会有今年会发生什么非常特别的事这种感觉。是啊，不过这句话我觉得去年好像就听说过了。那么今年有什么计划呢？没什么。我还等着发生什么好事呢。你说的事儿是什么？我若是结婚的话怎么样？结婚毫无道理，我还小着呢，还想更加自由的欢乐，结婚之类的被束缚的事儿我不干。听见了吗，汉克？多美妙的声音。非常美妙的声音。在那儿呢。是谁？你真的不知道吗？是安娜呀。安娜。是保罗塔叔叔的小女儿。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韩克。你好，安娜。好久不见了，韩克，你好吗？非常好。这位是我以前的朋友约翰库阿库。约翰。你说他叫约翰？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介绍完了。初次见面，约翰。初次见面，安娜，我是约翰。你这花太美了，太漂亮了，真美丽呀、非常的美丽。那我这就。我有点事儿，我有点事儿，
啊，对不起，我要走了。约翰，你去哪儿啊？啊，再见了，汉克。再见了。安娜，啊，是呢，在那儿站着吧。哦，走过了点儿，稍微倒回来点儿，啊，再稍稍往右一点儿，啊，再向右一点儿，好，啊，稍向左，左好，就那儿，哦，向后去一点儿，好了，这可以，啊，不行，再稍向左。天气真好啊！打网球吧，如果你不会的话，我来教给你，怎么样？没关系，很快就会熟练的。怎么样？借给你个球拍吧。哎呀，你不擅长运动吗？那么我们去俱乐部喝茶怎么样啊？觉得网球最好玩，怎么样？跟我在一起。这样好看的蛋我从来还没见过呢。说点令人高兴的事儿吧。我不吹牛啊，真的很美呀、啊。非常漂亮。当然，这只不过是个模型，是斯蒂布和斯塔普做的。
可是这个模型趣味更深地表现了用地内建筑物的地形关系。很好。这片用地内河流水池很多，其大部分在工程前面还没有被埋掉，而且等把这些清除掉以后，就到了你上夜班的时候了。建立一个水王国最大的游乐园，那是咱们的国家哟。只有闲暇产业才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产业，说得对吗，何军？说得好。拥有游乐园就可以说是拥有相同量的财富。对，很对。非常对。你吓死我了，汉克。已经快要成为父亲了吧？因此而变得神经过敏了。我明白了。不早点生出来的话，我的神经也受不了了。要生了。你干什么呢？干什么？是不是要生了？还没有呢，我去办点事儿，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他呢。那么我走了，约翰。再见，汉克。等生出来了告诉我一声。知道了，会告诉你的。哎呀，这就是那个叫什么没有风度的蛋。就是的。因为水鸟和我们真正的鸟是有区别的，就是蛋也是次品，那是自然的了。这七只能够全部孵出来吗？怎么说呢？大概看颜色不太好，勉强可以说是可以全部出来，不是这样的吗？是。让我看看它们。和我们的蛋相比，颜色也好，形状也更好。你胡说些什么呀？颜色好，形状也好。不全是这样的，特别是这个蛋，不论是形和颜色，都很。你少管闲事，快滚吧！快滚！我的蛋！蛋蛋，把我的蛋还给我！出什么事了吗？亲爱的，我的蛋。哎呀，在这么宽敞的地方撞上了，你的眼睛碰到什么地方了吗？总之是太着急了。太着急的话，为什么没有飞呢？你的翅膀是做什么的吗？那是，我考虑了，连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飞呢？你干什么呢？不，等等。你别骗我了，我知道有什么原因的。你知道什么？不是那个哈利亚鹰偷走了一个蛋吗？你这个人呢，仅仅五分钟时间你都不能好好的看守。对不起，不过没事的话不是更好吗？你看。不不
不不不，对不起，错了，安娜。但知道刚才还确实。啊，你看那儿。啊。原来油蛋变回来了。哎，等等，房主。哦，房主，不行不行，那么带上憨酷大叔吧。啊，谢谢憨酷。哇，这个人好像很淘气呀。完全是在出生之前就被父亲教训过的。走，回家。我的曾祖父呢？像这个人一样的是个不得了的淘气鬼啊！他的名字就叫阿勒弗莱德。阿勒弗莱德。这个孩子的名字起好了吗？没有。阿勒弗莱德，你看怎么样啊？阿勒弗莱德，苦啊苦嘛，是个好名字。我的曾祖父被称作要一套卡斯。啊，叫要一套卡斯，真是个淘气的人呐。那么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阿勒弗莱德，要一套卡斯苦啊苦。阿勒弗莱德，要一套卡斯苦啊苦，这个名字起得可真称心呢。阿鲁弗莱德的弟弟妹妹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生啊？已经快了。喂，阿鲁弗莱德，你是最大的兄长，要好好的照管弟弟妹妹才对呀。出生了。快快安静点，轮着来。来，好了，现在得到了，安静点儿。它是我的了。好像还没察觉呢。这样没有被发现，岂不令人泄气？哦，快点！好了吗，哈利亚？你已经两次了，难道你不脸红吗？瞧啊，阿鲁弗莱德回家来了，真是个淘气的家伙。这孩子做什么呢？到底是要一道卡斯？我说阿勒弗莱德，你已经两次差点闯下大祸，老实的待在家里，这是安全的地方。怎么回事？这周围好像要成为巨大的玩具馆了。是的。那好啊，那非常好。你们到底要打算在这里做什么呢？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有孩子，真是不像话。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件事情呢？没听明白吗？无论如何，我们要合理地进行这件事情。喂，等等，哪有这种混账的话呢？喂，你们没有权利随便践踏我们的幸福。
你啊，这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哎呀，就是一点说话的功夫都就。约翰，我有事找你。这是谁？是我的祖父。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这里不安静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到前面走走，再去看一看呀。是煤矿吗？一块儿去吧，约翰。好吧，可是这里让我想起了许多。鸟类喜欢宜居，你好好想想，赶快决定吧。无论怎样，今天晚上该睡觉了，等明天再想个好主意吧。声音什么嘛，这是刚才的人影吗？把我吓了一大跳。